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又可以白嫖免费时装啦！5月6号，明日之后联动哥斯拉第二弹，金刚将要入侵明日大陆。于是小陈给我们准备了白嫖福利：金刚 T 恤，金刚 T 恤女款，金刚 T 恤男款。不得不说，这女角色的衣服是永远比男角色的衣服好看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白嫖到金刚挂件。然后小盘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：之前爆料的特别卡哇伊的金刚睡衣，还有特别特别卡哇伊的哥斯拉睡衣，不会是要抽奖才能获得吧？他给弄了一套免费白嫖的 T 恤，然后睡衣，我们要去抽？我的天哪！不过呢，有白嫖就是香的。5月6号末日巨兽金刚就要入侵明日大陆了，你可以猜一下金刚会在明日之后的哪一座岛上登陆？小趴猜测应该是在海岛图的双子岛。